寄成了多人信件，我很抱歉。啊，走了走了。给我就好了，怎么又来一本啊？哦，因为这是 iOS 更新，它有它的专用位置，关掉之后 WiFi 就连上了。啊，前辈，谢谢你帮了大忙。哎，前辈，不好意思，专门找你。让那个其中预算表里面先继续做。好。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这次计划取消呢？啊，主任，上次开会的时候已经向您请示过了。请示什么？我有取消吗？啊，不是，主任，这会有 IP 授权的问题。会。我怎么说取消啊？啊，不行就取消。我们偷偷用，谁会知道啊？主任，法律上纠纷真的会蛮严重的，真的会有一个侵权的问题。你也狡辩了。我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我说到做到哎。但是主任，其实上个月会议的时候，我就他讲，我要是你，我不高兴干，我就不干了。不是主任，但我们的 IP 不是主任，我就是主任啊，不是主任。主任真会有法律上纠纷的问题，我们上次不就立马要我家开的啦？不想干就不要干，回去写一份检讨报告给我，我要继续打仗去。是主任。吃饱没？妈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家豪，好想你哦。我也是。来。哎呦，什么啦？就跟你说，你人回来就好了，钱留着自己花嘛。打开看啦。每次都带这些有的没的。哎呦，这手机耶！哎呦，这太贵了，拿回去退掉。妈，我跟你讲，以后你用这个跟我传讯息，每天都不用钱哦。每天传讯息都不用钱，怎么这么好？我跟你讲啊，你给我钱是叫赖，我们现在同时都用这个，传讯息或什么都不用钱。哎呦，可是手机本身就是贵啊。不会啦，没多少钱。妈，你去看医生哦。哎，没事啦，就那个头痛的老毛病啊。不要提那个了啦，你假爸呗，我煮饭给你吃。妈，我吃了。妈，妈，妈！儿子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不是啊，你怎么会把预算寄给厂商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注意到是多人信件就回传了。没关系啦，反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解决吧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先看厂商那边，你夹带了哪些厂商，先找出来，把影响掉。这礼拜会回来吗？股工有拿很多卡北顺哦。这礼拜要加班，下礼拜回去。那我下次组。加爸呗。我这两年我讲完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对啊，前辈在滑手机，科技冷漠啦、哦、科技冷漠，自己叫我们不要滑手机。哎，你昨天还在念他。哎，对啊。 OK OK， 我的错我的错，不过这次聚会真的很感谢企划部的帮忙，然后行销部的同仁真的是很努力，努力很久了。那是必须的。那接着奖金下来大家都见着有份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一餐我请客。喂，妈。嗯，这礼拜公司加班了。嗯，下礼拜小晴生日啊。嗯，
好，好，妈你早点休息。好好，妈 OK。哎，我每次讲电话你都一直在闹哦。我儿子哦，可能太忙了，他都没有读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按下这个，录下你想讲的话，放出去就可以读了。啊，这样录就可以读了？因为他要听啊，所以他一定要点出来听。啊，那怎么用怎么用？来，按着，然后讲。嘉豪啊，古公哦，有拿好多他煮的菜过来给你吃呢。他煮的菜都很好吃，等你有空回来，妈妈从冰箱拿出来热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又到了过年的时刻，依然跟往年一样，听着语音讯息，就像跟妈妈一起买菜一样。过年一定要买肉，你跟妈妈一样，找吴老板就对了啦。敢讲是阮的命，故乡的山，雨伞要非常的鲜艳，鳞片很亮，没有脱落。然后鱼的眼睛要亮，这样才会新鲜呐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青菜的话你要记得哦，那不是丢洗的菜。有个派甲的，然后你要多吃蔬菜，不可以挑食的。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煎鱼的时候要热锅，才不会容易粘住。时段不免等雨夜，世间有阿母笑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你买这个手机，妈妈真的太喜欢了，可以每天跟你讲话。不要嫌妈妈啰嗦，以后等你有小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身体要顾好最重要，要熬夜，身体才会健康。人孤单，手长是个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，故乡的山。拢徛在遐，阮的心只只有讲予山来听。妈妈很想你，每天每天都很想你。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，当初离开时。
出声无人声命命。以后每年就听妈妈的讯息，这样妈妈就可以陪你过年了。